哎，通讯员说了，队长看重你，要调你去押运排，那是必须的。实弹射击的时候我开枪了，废话，谁没开枪啊？我第一个开的枪，那第一个开枪就调押运排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调到押运排之后，离入党可就不远了。 我早就应该调押运排的，都是那泡尿给尿的。爸，您慢慢吃，我上班去了。嗯。待会儿您把它放这儿就行，我回来收拾啊。 哎，小飞啊，这礼拜你有事儿吗？有啊，我们幼儿园要参加比赛，这礼拜在排练呢。小飞，一会儿你出去把门给我锁上啊。爸。嗯。你怎么总锁门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觉得您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。我一个人在家能有什么事儿？是这样。 我在里边呢，认识一些老范朋友，他们总来找我。你说不见不好，见了呢，跟他们那有什么好事儿？总让他们碰锁他，他们也就不来了。那可是您怎么出去呢？我哪儿也不去啊。我一个人在家睡觉、看电视、下象棋。爸，您找以前的工友聊聊天儿。 也比一个人在家闷着强啊！哎，聊什么天儿啊？啊，对，这钱你拿着啊，找个时间呢去买件漂亮的衣服。你白天加班，我就跟人约晚上见了啊。 我去跟土财肉相亲，爸爸，这也是为你好。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爸爸。你男朋友在哪儿啊？你就是嘴上说说，有男朋友你把他领回来让我见见。我怕您不喜欢他的职业。他是干什么的？武警。啊？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认识挺长时间的。 那好啊，你跟他联系一下，把他约出来，爸爸想见见他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您真的要见他？这什么话？我闺女的男朋友，我能不见吗？那好吧，不过他最近挺忙的，等我见了他再说吧。
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来睡觉。等急了，哎呀，等急了也得等啊！哈，谁让人家是唱重头戏的呢？哎，你说的这两个人是谁？一个是退伍兵，一个是转业干部。据反映，这两个人跟中队联系比较多，特别是那个退伍兵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，经常酗酒闹事儿，曾经被当地的派出所拘留过两次。我同意高指导员的思路。所谓内部，当然也包括复员转业的，不过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现役人员。我今天带来一份通报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就不念了。上面说，湖南有个黑社会团伙。出钱买通关系，把他们两个骨干成员送到警察学校，已经快毕业了。最近警方端掉了这个团伙，不然的话还有七天，这两个人就正式穿上警服了。这样的事儿，对，这件事让我深感震惊。所谓卧底的说法，绝不是危言耸听。现在的兵员成分复杂，经历也复杂。警方说的那个卧底，虽然仅仅是怀疑。我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这是我作为银行保卫部门的看法。排查我不反对啊，但是你平白无故的怀疑一个人不好吧？总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证据才行，对吧？如果一定要拿出个怀疑对象，那就是涛涛。这个事儿我没跟队长商量，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这个陶陶的兵我知道，在八中队的时候他蹲过禁闭，这能说明什么呀？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啊，我到这个部队去实习，就是因为这个队列训练长 K 了我几句，我很反感，为了报复他，我把他的枪给藏起来了。有比这过分的吗？这人最后受处分了，那我现在呢，不照样当队长吗？啊，这作何解释？我说三点。第一，这个兵每月的津贴不到月底就花完了，而且还向他的老乡郭铁借了2000多块钱。等等，我插一句，这个问题上你们应该有要求的，战士的津贴应该集体管起来卡死，你们有措施吗？我们跟其他中队不一样，我们实行动态管理，我们整天跟钱打交道，我必须知道战士对钱的态度，真要是卡死了就什么也观察不到。第二，这个兵有三多，请假上街多，电话多，与社会交往多，有时候很活跃，有时候又很消沉，给人感觉心思很重。还有，据战士们反映，在上次押运途中，他曾经违反纪律，打听我们的行动方向。这是个连续的行为，不能不问个为什么。有句老话叫处心积虑啊。王牙说，我倒很想听听你说的。你要是这几天全部在这儿啊？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处心积虑是这么用的吗？嗯，这么好的一个兵，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说的这么阴险可怕呀？我就奇了怪了，
为什么不能从积极的方面去想呢？九中队是标兵中队，押运排是标兵排。我跟你说，我说明一下我自己的态度啊，我觉得这兵不错，说话我就要把他调到押运排来，除非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卧底。押运排担当重任，不管是谁都不能拿国家的财产开玩笑，赌气也不行。我就不信这个了，有能耐跟支队说去把我换掉，我告诉你我干够了。哼，少天，控制一点。好，你们别在意，他就这性格啊。我提议把今天的研究情况向支队首长汇报一下，有必要的话向上级汇报，派人外调一下。你随便，外调我同意，派个人查一下也可以，只是目标不要太大，否则会对陶陶有消极的影响。假条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出去一趟有事儿。别他妈废话，你这假条啊，连字儿都没有。你不正练字呢吗？你写啊。你别给我打。现在队里抓多严，警卫都看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犯错误。不行，今天给我回去，你得出去。不行，我今天我逼我天哪，我今天我拦不住你了，我必须。哎，哎，我老乡，爱闹。我找到雷佳农了，对，他就在本市。1961年从部队复员之后，他就改名叫雷永军了。怪不得我找不到他。又有什么事情啊？急三火四的找我？也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。我刚才看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，想找你聊聊。打仗的？不是，爱情故事。你找我出来就是要和我聊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。你听我说完嘛。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。那也太遥远了吧。而且我们中队长刚给我们讲完一个特别遥远的事情，我还扳倒门岗突围出来，队里根本不给假，我以为你真的有什么急事儿呢。讲吧。有一个男孩，家里特别有钱，哈佛有所楼都是他爷爷捐的。可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，女孩的爸爸却是做糕饼的，男孩的爸爸不同意他们两个交往，后来他们两个就私奔了。女孩总是希望男孩能够跟爸爸和好，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这个吵啊，终于有一天女孩离家出走了。然后男孩子疯狂地找女孩子，就怎么也找不到。你怎么知道？爱情故事不都是这样吗？男孩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女孩，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女孩就坐在家门口。女孩说临走的时候忘了带钥匙了，男孩向女孩说对不起，女孩却说爱就意味着不用说对不起，永不。后来呢？后来女孩死了。为什么？癌症。男孩的爸爸知道以后赶到医院去向男孩道歉，说对不起，
男孩也用了女孩的那句话对爸爸说，爱就意味着不用说对不起，永不。后来男孩在爸爸的怀里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情，哭了。你的故事讲完了，有什么事情就跟我直说吧。我是在想，那些犯人，我是说犯罪的人，他们其实本质不一定是坏的，是不是？你是指你爸？嗯，我一直都在说服我自己，说我爸爸本质其实是一个好人，只是生活的环境所迫。可是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明白。什么事情啊？他在家里挖了一个洞。挖地洞？嗯，我特别的害怕，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他还让我搬出去住，让我在外面租房子。我特别想去报警，可是我怕他万一被抓起来了，他又进去一次，那他就完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他挖地洞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问他，我只能装作没发现。嗯，你要方便的话，带我去看看。啊，请问安善里四号怎么走？啊，就一直走，拐弯就是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有人吗？姑娘，你找谁呀？刘永军老人家是在这儿住吗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军报记者，想采访一下他。哦，他天天一早起来就上小河边钓鱼去，你上那儿找去吧。哪个小河边啊？就西边，往前一走。哦。对了，他家还有别的什么人吗？没有什么人了，老伴儿早就没了，就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天天上小河边去钓鱼去。就是西边的那个小河是吧？对。出去往那边一拐就到了。谢谢您大妈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前面就是我家。环境不错。门没锁。我去合适吗？我先进去看看我爸在不在。爸不在，就算你爸在也没关系，我这个假男朋友怎么也得称职一回吧。我真是让你来看地洞的。真有啊？过来。呵，你没事还跟你爸下象棋呢？没有，他自己跟自己下。哼，你来帮我一下吧，地洞就在这下面。哦。把那个掀开。你帮我看看吧。没什么，我觉得是个地下工厂吧。
做酒做醋。可是他为什么开在地下呀？省钱，好睡。我们家那边也有人干过这个，是赚了不少钱，不过后来还是被抓起来了。都是因为我。我说过，我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一架钢琴。你还别说，你爸手艺真不错，弄出个地下室来，没少下功夫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我爸是因为我，他有一次喝多了酒，哭着对我发誓，一定给我买一架最好的钢琴。要是真对你好啊，就不会逼着你嫁给什么土财主。那个人是他徒弟，死了老婆，挺有钱的，他让我嫁给他也是为了我好，让我过好日子。那你们见过面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告诉我爸你是我男朋友了吗？我长得有那么丑吗？能辟邪呀？不是，我跟他说逼我嫁人就是破坏金婚，所以他就没再提了。这你也想得出来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其实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做我男朋友，我也不反对。我们俩的关系就比较像你爸开的这个地下工厂，不能见光，而且我觉得我们最好先做朋友，因为我是个兵。就因为这个吗？目前是这个。那将来呢？将来我该回部队了，要不真的没将来了。我先上去，然后再拉你。淘淘，其实我和你在一起特别有安全感。啊，很多女孩都这么说。您是雷佳农吧？我是武警部队第九中队的，我叫肖燕。九中队，九中队不养女兵。确切地说，我是驻九中队的军报记者。你的原名叫雷佳农，现在改了名字叫雷永军，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九连的押运排长，1961年11月从部队复员。我受过处分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人物。这采访我干什么？是领导安排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看到了您的一个旧档案，所以想采访您。邻居说您每天都来这儿。我每天都要到这儿来看看他，陪陪他，和他说说话。他是谁呀？我老伴儿。他在这睡了快40年了。我们是不是见过？没有。
咱这是头一次见面。8月5日，在二号公路桥底下，你是不是遇到了一次堵车？对，还遇到了九中队。有结果了。这是你们一直寻找的那个交通协管员。对。再看看这个人。这个交通协管就是雷佳农。对。就是被部队除名的雷佳农。没想到吧。8月5号那天他在现场干什么？喂，你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雷佳农被抓起来了。坐吧。你的姓名？雷永军。年龄？72岁。籍贯？河北澧县。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？8月5日那天，你到2号公路都做了些什么？请如实回答。我再说一遍，8月5日那天，你在2号公路到底做了些什么？请如。不对，哟，少队。少队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对，现在有一个情况。老排长，让您受委屈了。开始吧。情况是这样的，8月5日那天，我们的车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了大堵车，被堵在了2号公路，而这个时候雷佳农老排长刚好路过。作为一名老押运战士，他深知这样的情况对于押运部队来说，多停留1分钟就有可能多一分危险，于是他立即采取了行动。为了指挥方便，他在他的左臂上绑了一块红绸子来冒充交通协管员，指挥堵在路上的大小车辆。终于在押运车队的左前方腾出了一条通道。这就是一个老押运兵的本色。都怪我呀，都怪我，我怎么把你当成是嫌疑人呢？老排长，对不起。要不是一名卡车司机向我们提供了您的真实情况，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说出来？老哥哥，对不住了。我对咱部队有愧呀。不对，老排长，因为没办法跟您取得联系，所以生活上我们对你是一点照顾都没有。真正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。这话是咋说呢？
一个让部队出名的人，我就没打算让你们照顾。共和国五十年大事迹，我在上面看见了雷佳农这个名字。那个时候，他还是志愿军第九兵团的一名新兵，就用手雷炸毁了美军的一辆坦克。有这事儿，那是50年的冬天，吃国家的粮，给国家当兵，干的就是这事儿，还上什么国家大事记，太抬举我了。这个人您还认识吗？我参军那年知道的，我17岁。从50年参军到61年离开部队，12年的时间呢，可是不短。你一定有一肚子话要说，在这儿就全说出来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日子。汽车到了山海关，排长，你带来了。好。抓了3个偷粮食的人，1个女的，2个男的。我一看就懵了。女的叫金花，我老婆。你别动！你跑这儿干嘛？啊？偷粮啊？对，我没偷成。你胆儿太大了！你看不清啊，这是军车呀！我知道我触犯了王法，你想关就关，想毙就毙吧。我不会跟他们说咱俩是两口子，不会影响你进步。你胡说什么？老家今年发水灾。我就带着一老一小的回娘家了，可是我没想到，这也被洪水给淹了，政府给拨的10车的救济粮，都被洪水给搁到了山那头，这儿的老百姓已经有段日子没有粮食吃了，大人饿了可以硬挺，可孩子呢，那可是咱们亲生骨肉啊，还有咱妈，她无数次让我给你写信，让你帮我们想想办法，可是我没写。我怕影响你，孩子的爹呀！这话扎得我心疼啊！在朝鲜战场上那么苦，我从没有流过眼泪，可那一次我流泪了。身为一个男人，我能看着他们这样不管吗？当时谁也没法劝住我，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我把3个人都放了，粮食一粒也不能够动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手下的几个战士偷偷的把他们的干粮弄了一小口袋给了金花，当时我不知道，就为了这一小袋粮食差一点出乱子呀。汽车要往前开的时候，从旁边的野地里呼啦啦跑来了一群乡民，有100-200个，一个男的朝我喊话，雷排长，雷排长，我和你们媳妇都是一个村的，咱们沾亲带故的，给点粮食吧。别慌了，我就知道坏了，这是来要粮食的呀。他们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，不顾一切。乡亲们，
这不是救济粮，国家的救济粮很快就到。那你媳妇儿怎么拿到粮食的？说说，说说。不许靠近，这是军用物资。不行，说不清楚都不让他们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安的车到了，这场混乱总算平息了。走的第二天，救济粮就到了。同志们，这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经常在想，我那天做的对不对？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要是没有那么做，那一天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乱子呢。同志们，我说了半天，其实我就想说一句话：押运押的是什么？押的是忠诚。那后来呢？因为我擅自放人，处置不当，差点惹出一场大祸，组织上给了我免职处分，以战士的身份复员到地方。我本来想回我的老家去，可我回不去了，我家的人，他家的人都骂我，他们都不认我了。能原谅我的就是金花。我到监狱里头去看他，他一句怨恨的话都没有，只让我等着他。他判了五年刑，第四年，由于一场病，他死在监狱里了。那您后来为什么来浦州啊？我没有任何的亲人了，九中队就是我的亲人。后来九中队归了武警，调到浦州驻扎。我也就跟着搬过来了。老排长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要做，打个电话就行，听不了客气。我一个孤老头子，快要死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只要你们不要让九中队的大旗倒了，我也就瞑目了。放心吧，老排长。只要有我在，大旗挡不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放心了。
谁呀？我认识，左排长女朋友。这么高？废话，模特儿，英文叫 model。model 还花生呢。您好。你好。您是来找左排长的吧？对呀。我去给你叫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我找一下左排长。报告左排长，你女朋友在门口找你。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还真没看出他有这么一面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教训个人，只要有钱，别说教训一个，教训八个、三个都去。那我介绍一下，雷老的主治医师。那个肖记者，是你现在的女朋友吧？小美让人领跑的，她手机一直关机呢。那说不准真会出事儿啊。100万呢？签字吧。